老花一美日一答，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花问题。第一个话说，老花你好，坐标广东啊，全天露营啊，两颗栀子花，一颗黄叶，一颗正常，出啥问题了吗？其实您另外一颗也不是特别的正常，这种呢就是典型的一个黄化病，说白了呢就是有点缺乏营养，不排除您偶尔缺过一次水，这个不排除。另外呢主要是缺乏营养，像一般的话有的花友理解不了什么是缺乏营养，就跟咱人一样，正常的时候它也是吃饭，也有光照，也有什么的，但是呢就是有些营养不良，可能是比方说消化不良，可能是心情不好啊，那植物也会遇到这种问题。所以说植物的施肥呢，大家一定要坚持用薄肥勤施，好吧，这是一个锲而不舍的东西。啊，回答一下下一个臭宝的问题啊。说你好，昙花叶片上出现很多这种锈斑哈，慢慢的新叶新发的叶片也变成了锈色的，要咋办呀？这种呢问题不是特别大，一般的话就是咱们养护过程当中啊，不排除有一个你经常见水，好吧，还有一个呢就是自身的一个抵抗啊，慢慢的会缺乏一些个元素啊，叶绿素或者叶孔啊，这块出现一些个小小的腐蚀啊，好吧，主要是它自身的一个抵抗力变差，就跟人一样是吧，皮肤上长个雀斑啦，有个麻子坑啦，有个青春痘，这种问题啊，一般就是缺乏一些微量元素了啊。臭宝在用肥的时候呢，尽量的选一些大牌子的，你例如说花多多这种啊，或者说用一些防肥水这种微量元素含量比较高的，好吧。下一个就是天堂鸟咋了？天堂鸟咋了？天堂鸟想要弃你而去了，臭宝，它背叛你了。这个呢就是有一些个干燥啊，有一些干燥，一般的话像我能够目测到的话，不排除咱家里面是有地暖的，这种就是一个干燥所致的。像天堂鸟出现这种大面积的一个卷曲啊，除了缺水之外呢，就是空气过分的干，过分的热，不是冷的那个样子啊，冷了的话是发黑啊，这个别的没啥问题。很多人话听了以后说啊，老王你说不干不浇，我都是你也得干透了，你也得浇透啊，哎慢慢来，你总结一下，就是话说你养花养得真好，你绝命真多，我七年我养死多少花了，我跟你说在整个行业里面数我最笨，我养死那花一堆一堆一堆的，你看外边那堆土了吗？啊，那堆土是吧，啊，你看到的是一堆土，其实它一堆粉，这都是死掉的花剩下的土啊，还有一堆盆，这个就不说了，很正常，谁都得养死花，慢慢来吧。老师麻烦帮忙看看这棵黑松温度低，正常黄叶还是养护出现问题了。翠宝，这种呢就是花盆太小，这个呢有可能是缺水，这个不排除温度低啊，一般温度低的话它能扛一扛，这种呢就是盆太小也没有进行翻盆。像这种呢，当老根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会把新根的一个生长空间给挤压掉，它没有新根的一个生长空间了，这种就是可以修剪倒盆。你看一些个养盆景的大师经常性的会去倒盆，一般我跟花友们说，日常的一般的盆栽是不用来回倒盆的，而盆景这么大一棵树，你能够看到的这一棵树的话，你看到有大概有这么高的话，它在野生环境当中，它在地下的一个根得有这么大一坨，得很多很长，所以说呢它是主要是根啊，主要是现在就是缺水啊，该翻土了哈。哎，养盆景路漫漫兮其修远兮，这个已经挂得差不多了，被你弄的，哎呀臭宝啊臭宝啊，养盆景可真是个功夫哈，慢慢来吧。这个呢就是花盆太小了，不排除温度低啊。昨天看着月季不大好，把叶子就剪了，老婆你看看是啥，不喷药能有别的方法救吗？南阳台养的，你不想喷药你就剪掉，剪掉以后多晒晒太阳，这个叫白粉病，它是真菌类的。一般的时候我直播的时候也跟大家说，真菌类的这个呢，常见的大家食用的一些东西呢，就是蘑菇、木耳还有灵芝啊，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爱得的那种脚气，都是真菌类的。一般呢就是积水啊，闷积水啊，然后就是水大啊，潮湿啊，闷热不通风才会这个样子。你但凡光照好一些是吧，没有那么潮湿，没有那么闷热，日常的时候呢，你如果说家里边有宠物有孩子，你害怕得这种病菌类的，你可以用一种小白药，就是我经常给大家推荐那个仙葩的赛夫仙胺，那个东西可以直接拌到土里的，它可以预防这些事儿，好吧。下一个臭宝说，提问一下，怎么移栽植物活了没有啊？尤其是长势慢的植物，我的一个仙人球很久都没动静了，也不死，恨不得挖出来看看它有没有根。这个东西完全看自己的一个基础条件了，就是基础设施，你比方说你的用土啊，你的环境啊。一般仙人球这种在高温的时候生长得很慢，它一般是在春秋天长得是比较哇塞的，冬天的话它长得也比较慢啊。
一般是春秋天。你这个冬天的时候，我不建议您就是过分的去弄。然后呢，你像仙人球这种，你可以适当的控水，它本身内部有很多的水分，在干一点的时候呢，它会长根，这样的话利于它发根啊。盆土这一块尽量的选择那种颗粒透气性比较好的，稍微一控水，根系可能就长得比较哇塞了。如果说长得很慢，等到干透了是吧，你可以来一点101这种东西啊，或者说像生根剂那些东西，可以给它刺激一下。好了，今天的养活理就到这儿了，要不说记得点赞，我是老花一，小花自然有其他问题视频下方留言。如果说没有及时回复的话呢，大家可以进我的网店啊，全平台都可以搜索老花一的一个店铺，就进入到我了。咱们拜拜。